天上星星的意思。好，然后这首歌它其实在非洲，它我们每次演的这些舞曲，它都有一个故事啊，都有一个小故事，而且都非常生活化、非常简单的小故事。那为什么叫 Loro？ 它是因为在非洲有个叫哈瓦的女生，好，她希望说想知道说她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可以过得很好，所以她会到那个部落里面去找那个算命师，就是巫师，去跟他请教说我未来日子可以过得很好，我会有一个健康的小孩吗？那巫师就会跟他讲说，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守护星，然后那个巫师帮他找到他的守护星，就跟他讲说，你只要对着你的守护星祈祷，这个守护星就会给你强大的能量，来告诉你你未来的日子会非常的平安、好自由、快乐，然后你也会有一群好、哦，你也会生下一群非常健康的小孩子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也用这首歌献给大家，就是说。我们也像每一颗星星，自己的守护星，好，你们自己随便找了哈，找到就祈祷一下，希望我们未来日子不要核能的污染，希望我们以后日子不要核废料的污染，所以以后会有更美好的日子。这首歌 Loro。谢谢。好，来，大家，其实在非洲其实没有观众，所以大家好、哦、跳舞、哦、唱歌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欢乐的歌，然后这首歌在非洲就是邀男生邀女生跳的，很简单的，对，它没有什么特别，它就是很欢乐一个曲子。然后我现在先请大家玩一下这个节奏。你们只要唱 A 就好了，那因为这首歌它一直不停的附送，只是说男生要邀女生跳舞了，哦，阿波罗吗？阿波罗吗？然后女生会喊 A 说等一下，我考虑一下，我还没有决定哈，啊，然后这首歌很有意思，然后它到最后其实女生一定会跟男生跳，因为这个曲子太欢乐了，哦，所以你们要继续 A 下去哦。
I'm gonna go to the next one.